我说我咋来的，就是咋来的嘛。我说这国军就算诈骗嘛，就跟我路上就跟我咋来了。马上举行要建设三省这样一个指示，七十三乡党委决定了由我来向东厂参加三省建设。生存吧，年岁老了离不开孩子们，所以又必须离开，但是离开嘛可是又想念想念，所以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一生的最好的年华都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情况，所以我们感觉到还是确实也是依依不舍的，难舍难分的。现在没办法，是国家的土地，我们既然是国家的土地，国家他说这个要修卫星，那没办法，这办法就来取得证明。